crown shit.来介绍这个法拉利812，然后红色的812，超级帅的。还有正妹，这个正妹是那个生死格斗的那个泳装的，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啊，不如叫她 Mary 吧，这 Mary，OK，这个 Mary 要上车了，我们试试看这台812的特性。哇哦，走喽！我们试一下车子好了，这个性能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狂奔啊，完全没有车子，除了右边有车之外，看看它最多到160哎，163 165，看看还可以到多少，184，它已经到第六档了，看起来不赖哦，187，有办法到第七档吗？看起来是只有到第六档而已。3, 2, 1, GO！ 来看看最快可以到多少。哦，600、700了，我800、1000，哦，这太快了吧！1100，哦，1300。我、哦、看不太到，哇，哈哈哈哈，哇，1300，下次可以挑战成功吗？我们再来一次，哈哈哈，哦，这跑到一半而已耶，真是的，再一次，冲啊！哦，加油啊！600、600、600、600、700了，我、哦、这次应该有机会破2000哦，800、800。车子一再飘了啊，总觉得要飞出去的感觉。最已经到800了，但是它不动了。它至少不会像刚才那样子这么的不稳定啊。至少800是蛮稳定的啦。有办法再往上加吗？喂！刹车！哦吼！飞出去了。好吧，我们先介绍到这边了，下期再见。